各位朋友，我是丽丽，我是一名自媒体创作者。在开启自媒体之旅时，如同一张白纸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，自己摸索着前进。我做自媒体并没有添置贵重的器材，所用的手机都是低配置的过时款，用了好几年也舍不得换新的。过高峰，另一方却要见目标退远，让理想永远在前面。劳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每一次拍摄场景就局限在自己家里，自己主食的一日三餐，所谓的风景就是自己家门口的街道。平时我喜欢在自己家的小花园里种一点花花草草和各式各样的蔬菜，这就是我创作的源泉。我没有团队，更没有资本，一切自媒体的技能都是每天从网络上跟着专业博主学习的。作为一名平凡的自媒体人，虽然没有华丽的开场，但却有一颗执着的心和不懈的努力。每一次的拍摄，每一次的剪辑，都是我向着梦想迈进的脚步。劳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风中想说雾里赏花快乐回旋。每一次的尝试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成长，每一次的失败在我眼里都是一种蜕变。正如这首《漫步人生路》所唱，风雨会来，坎坷会有，可我心坚定。我相信平凡的脚步也能丈量出伟大的路程，在这漫漫人生路上，我将勇往直前，让梦想之花绽放绚烂光芒。